欢迎各位再次收看古朴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900集的节目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秋风重图的变形金刚第5集 Little Class 的 Megatron。我呢最近呢才刚拿到它，那么呢秋风重图的作品呢，相信各位在网络上也看过相当多啊。这个是他的个人的名片，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在上面呢去找到他的一个相关资料。其实他的资讯还是蛮透明的。这个第5集的 Leader Class 呢，它呢只做了三组，那么这其中的一款啊，这个支架的部分呢是另外给的。哎，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断掉，不知道是本来就裁这么短还是怎么样。其实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凸，然后呢它应该是可以卡进这里面，这样有个洞嘛。但是呢这个支杆的话目前是断掉，没有办法卡紧，但是呢这样子挂上去呢，稍微的去调整一下角度什么的，它还是可以放得上。那我个人对这个支架我觉得就是额外加分嘛，我个人不是很在乎。那这样放有点危险啦，怎么个危险法呢？掉是不会掉，但是它在里头呢，我怕它在里头啊什么去把其他的漆刮掉。不过索性看起来里面这一侧都是变形的时候呢，会翻转到身体内侧的部分。支架的部分呢，我个人就也不以为意，因为这个空间来讲的话是一个超级杀手啊，基本上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空间呢，我的柜子也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呢，让我再去放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载具型呢。我这一集节目拍完之后应该也是把它变成一个人形态呢，然后用一个 Leader Class 的盒子呢把它给收起来。因为呢它这种漆面的话呢，感觉是蛮容易去沾到灰尘的，各位可以看得到大量烟熏还有金属配色的涂装非常之好看。那么它是用美版的玩具下去涂的，那后面的这个特效件这个时候装上去就觉得特别搞笑了啊，前后看起来的一个风格就相差非常的多。那手上这个，这是 MB14 的一个特效件，然后这是美版的一个特效件，各位一比较就会发现其实颜色上还是有个差距的。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呢它这里也是有上涂装的，所以装的时候呢就是稍微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把它给轻轻的转下来，就哎呦啪的一声，好心痛啊。这边因为它内部呢都是有做一个会喷出蓝色火焰的一个视觉效果，所以这里面尽量啊，可能之后可能就不会再把这个特效件呢给装上去了。而蛮巧合的是，之前呢刚刚和大家分享过 MB14， 我觉得它的这个配色呢我已经觉得比原本的美版要好看得很多，但是绝对没有想到说之后呢我居然还会再入手这一个秋风重图的版本，有点小意外。做一个简单的小小的对比吧，首先是当然是金属跟烟熏的涂装是档次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一些其他有一些新增加的配色部分，比方说上面这个金色的部分有增加一些的涂装，好吧，各位大概看一下这个体之间的差异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纯展示这一款玩具了。首先呢这个飞机头这个部分，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密合度呢反而有提高，因为有这个涂装的关系，这个地方按下去你看它本来还弹不开，弹不开必须要用手拨一下它才能够弹开来。拿出来内侧的这个火炮的部分也是完全有上颜色的蓝色，还有一些像是总而言之是一种有热能感觉的一个涂装。翻到底部给各位看一下，这边也是有一些金色的一个涂装在后方。那收起来的部分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啊，直接的把它往前面推到前方去啊，对，这个炮要先收进去，往前面扣捏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提过了，把这个地方往后面推，它的一个密合度呢会大大的提升，加上它刚有示范过了，它这个本身涂装过之后的一个漆面的厚度呢是不太一样的。那内侧驾驶舱的部分呢，这里因为刚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槽吧，所以这个指甲的部分基本上不会刮到，从这个地方打开可以看到内侧连驾驶座的位置呢也都是上了一个漆的，而且内部的这个银色跟外面还有一点点的特意做出一点色差的感觉。那么这个陷下去的部分呢就烟熏的部分呢有加重，赛博坦的文字在这边，这一带的颜色呢有特别把它调淡一点，让文字的部分凸显的比较清楚。那这些细节的部分呢加上金色的涂装。那么上方这个武器的部分呢倒是还好，因为武器这个部分它里面是个凹洞，那这个地方就算刮漆的话，如果有刮的话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了。那可以看到这里打开之后，这一带金色的部分呢是它另外再加上去，并不是属于涂的吧，这应该是用有点像是喷扫的一个感觉，有一个特殊的一种对不对特殊的金属感。看一下它的一个光泽，这个机翼的话呢上面多了
狂败的标志啊，之前的一个不管是美版还是 MB14 版都是没有的，那这个闪亮亮的光泽啊，赏心悦目啊，拿起来你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轻，对，因为你感觉好像应该是拿个铁吧，但实际上呢却是就塑胶，而且是一个蛮空的一个模具。后方刚刚也跟各位做过一个简单的展示了，武器的部分呢我们就还是把它给扣上去，底盘给各位做一下分享，这边完全是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人脸那个感觉在下方哦。这个档次跟之前官方的版本当然是价格也是有差别啊，但是说实在话这个秋风的这个定价还是比较实惠啊，这个人民币才运费不算的话是500块钱人民币，换成台币也2400多而已啊，非常划算啊。你再想一想，如果你是以现在就算崩盘的美版来算呢，这个代工费也只不过等于是1500而已，这怎么样都会觉得很划算啊，不拍一只回家都觉得很奇怪啊。谢谢各位900集以来的收看。那么利用这个大家已经看过不下数次的变形过程，和大家闲聊几件事情。第一，在我突破第100集的时候呢，我就认为我能做到200；突破200的时候呢，我认为300不成问题；突破300之后，我认为400一定做得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在跨过这个900以后呢，我突然有一种深深的感觉，是否真的能够再往前推进100集，达到1000？这个我突然有一点茫然，真的觉得有一点。不知道是不是真能够做得到了，没有像以往那么样的信心满满，那么各种原因造成吧，真的也是有一点点可能家庭因素啊，各方面来讲的话呢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充裕。不过话说回来，应该也有人会讲啊，你把时间拿去做其他玩具，对，其他我的玩具的更新我也变得比较多，那因为慢慢会认识不同玩具的朋友，那就会接触到不同的东西，没有关系啊，反正就什么都玩嘛，也没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再来第二点要跟大家提呢，是以往呢我会做一些 KO 类或山寨的变形金刚的玩具，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变形金刚文化的一部分，尽管它有很多的瑕疵，但它确实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我也曾经在节目里头提到说，如果当年我没有在大润发在那个大卖场里头，我如果没有去买那一个山寨的变形金刚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入这个坑，今天各位绝对看不到胡夫集社，也看不到这900多集的节目，是绝对看不到。所以我自己对于所谓的 KO， 对于所谓的山寨，我有我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我真的我自己心里头有一把尺啊。那也不要扣我帽子或者是扣其他的帽子，说什么做 KO 的做山寨的就是在宣扬 KO， 是在宣扬山寨。我们用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今天新闻报道报什么什么地方有人杀人放火，难道新闻就是鼓励你杀人放火吗？如果今天新闻报说在校园里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毒品，难道他就是在鼓励大家去吸毒吗？没有，他只是要你了解状况是怎么样，那你要去看他报道的内容是什么吧。我想我这样解释也就够了。所以呢在901集之后，我不会再另外的把一些像什么形魔良品或是什么微将这些东西呢，我就不会再另外做编号，我一样会把它并到我的正式的号码里头，只是呢我可能会在前面加个飞，就这样子而已。这个部分呢跟大家提一下，以后如果你看到节目的编码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就请各位呢不用特别觉得很奇怪了。那我们直接拿 MB14 出来做个对比，这样感觉最冲击最直接吧。那顺便提一下，我刚在变形的时候呢忘了把这个背包从后面提上来，这个跟大家做个小小的补充。那基本上它的配色还是以灰应该讲金属灰跟黄色的做点缀，那两者最大的不同当然就是价位嘛，对吧。这个整个涂装过之后的关节有变得比较紧，那光泽度的话呢，当时觉得这个 MB14 啊，我觉得已经是给我感觉比美版好很多，但是这个经过涂装之后就更加的进化。那有一点比较大的一个不同是秋风重组它这一次的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金属红的部分，它是连这个弯牙的部分呢都涂上去了，而原本的 MB14 的这个膜的话是没有，只有额头的上方有加上去。那如果对比电影的官图的话，应该是这个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而且呢它的一个眼睛哦，它里头的眼睛也把它涂成了血红色，这个的话呢会感觉凶恶非常的多，这个因为眼睛的部分呢比较小一点，看的恐怕不是非常的清楚。变脸的功能还是存在的哦，我们把它从后方把它给
往上面拉起来。但是呢，这个相信有一些，因为这个本身美版呢，有一些人据说这个地方它就是整个是扣不紧，是松的。那手上的这一款的话，就是稍微的有一点扣不太上的感觉，因此呢，有时候呢会变成一个即使是口罩版，但它还是这个獠牙的部分还是往两侧张开的状况。那其他的话，就细节的部分就是请各位自己用眼睛来做一个欣赏了。狂派的标志呢，它把这个增加到这个位置上，以 MB14 的话是在这里，但是的话我们这个版本涂到了这边。那个其他就是金色的点缀的部分呢，分色还是跟之前的版本差不多。那么这个可动手的话呢，这个之前我有这个可动手嘛，本来我也有想过把它给装上去，其实这个颜色还算有搭，还算有搭，但是这个涂装过之后呢，这个大家有反映过这个可动手啊，这个官方原本这个手的话呢很难转，对，我发现很难转下来，涂装过之后我几乎转不下来，我就不勉强了，我怕把它给弄坏，干脆就维持这个形状就好了吧。然后这个炮的话一样是可以做一个拿出来的。那整个的关节的话呢，以这个地方的旋转关节呢变得最紧，变得最，当然每个人个体的状况不一样，如果你有涂装的话这里，但我不敢直接上细油，因为这个地方我怕上了细油太松之后呢就变得不举，那就有点举麻烦了。那么其他看一下背后这个蟑螂翅膀的部分，因为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很多会有烟熏的一个效果，会把它的这个空洞感给盖过去。后方这边脚后跟这一片，美版的一个通病啊，这一片还是比较容易去喷掉，根据我这几天的把玩的一个结果便是有这种感觉啊，原本美版的通病还是会有。那么呢最后的话呢，我们就请之前他的一个对手，这也是秋风重涂的版本啊，这个 Artemis Prime Voyage Class 的 Artemis Prime。 这个我一直觉得啦， OP 的个头比 Megatron 小一点呢是很正常，那这个比例好像是差的是有点大，过大了一点，这个两个的一个大小应该是没有差到这么多，但是我还蛮能接受这个坏人反派比这个正义的老大呢还要再更大一点。那么呢就利用这一集这个算是很漂亮的一个雕像级涂装做我们900集的 Part 1吧。那会不会有 Part 2其实我也不知道，看我没有心情录吧，因为有些话呢可能会想讲，但是又觉得好像留着以后再说也行吧。那 anyway 就非常谢谢各位一路以来的支持，让我跨过了900集这个大关，每一次的更新都是一个新纪录的突破。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